敢打。孟爷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都没事了啊，没事了啊，都散了啊，别散了，别散了。我还活着是不是？作为医生，可以这么判断。刚才不是挺勇敢的吗？像个英雄一样。又有个屁啊！刚才刀打过来的时候，我连明天新闻稿该怎么写我都想好了，上面就写实习记者被救人质英勇牺牲，然后就会有一堆记者来采访你们，你们就拼命的夸我，没准我妈还会得到一笔奖励呢。我连我墓碑上的照片是什么样的我都想好了。然后上面要写，这是一个美丽、无畏、年轻的勇士。这么短的时间想了这么多，脑子转得还挺快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还能看到你和这个世界，我觉得我简直太幸运了。下次再碰见这种事儿，我再也不冲动了。我保证，你不会死的。